有調查話，香港41%嘅女士喺交通工具上受過性騷擾。其實唔止女士，男士咧都有呢啲經歷㗎。你飲啊咩啊咁樣就會空壓力。受性騷擾之後，有可能帶嚟啲咩嚴重影響？由性治療師話你知。星期二晚，《寂夢思美麗呈獻女王駕到二》。